出的最新一集 Running Man 中，曹世浩以嘉宾的身份登场，让在场成员都感到非常失望。而当天曹世浩也对于先前刘在熙邀请他和全昭敏相亲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我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让一旁的全昭敏非常尴尬。不过随着任务的进行，曹世浩与全昭敏的关系逐渐发展成甜蜜的氛围，女方不仅大方表白曹世浩很有魅力，男方也不甘示弱的表示感觉很合拍，好像有点好感了，难道春天要来了吗？引发全场一阵爆笑。此外，在承认问题就能获得分数的游戏中，全昭敏一开始就被观众问到，说实话我怕被梁氏灿甩，所以一直不敢告白，让全昭敏气得不愿意承认，直接认输。这一幕也让网友纷纷笑说，观众的提问超有杀伤力，从荧幕前都能感受到全昭敏的怒火啊。